来宾考全基素今天出演了李永芝的网络节目，虽然没准备什么菜，当天节目一开场，基素便透露自己和永芝都是火锅 killer， 让永芝激动的大喊：“你是我的女友 ，It's my girl。”接着永芝也询问他，因为工作关系不能常吃火锅，是不是很痛苦？对此基素表示：“真的，我们队里的成员不是都很瘦吗？相比之下，我是最需要减肥的那个。”眼看就要聊到食量问题，李永芝 PTSD 也突然发作，下意识的站起来表示：“不行，姐姐不可以讲这个，我感觉有点奇怪，这世界好像疯了。”而后制组也贴心的加上了之前永芝被一记裁领狠狠伤害的画面，让看到节目的网友纷纷表示：“基素啊，你已经很瘦了，不用再减肥啦。”永芝的反应真的太经典，太搞笑了。